自己就覺得老人家就比較難接受咯，變咗但係而家呢一代做媽媽三四十歲嗰啲都開始開放，跟住年輕人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即係變咗個潮流咯。其實一開始我屋企人都反對嘅，咁之後漸漸都見到我有少少成績啊，同埋做得開心啊，做到自己中意嘅嘢，又揾到個方向，揾到個目標，咁佢哋都支持我嘅依家。每一個時期啦，每一個人嘅去到每一個年齡啦，可能有自己中意嘅嘢啦，咁我覺得都可以將佢紋喺個身度記錄自己嗰一刻中意嘅嘢咁樣。主要我都是做卡通啦，同埋中意做 watercolor 咯，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是比較中意玩具啊，同埋中意啲卡通嘅嘢嘅，咁我就將我中意嘅嘢加入咗我想做嘅紋身嘅元素入邊咯。我自己就中意好黑色嘅嘢嘅，咁所以我畫嘅作品度好多都會將佢擺好多填實黑色嘅嘢咯。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個人風格就仲揾緊嘅，我希望可以揾到自己專有嘅風格啦。我相信各個紋身師都會想嘅呢樣嘢。Gabriel Yu, JMSC News.